卓兰实验高中，让我们欢迎卓兰实验高中中场掌声鼓励。好，现在要出场的卓兰实验高中，他们是来自于苗栗，而且呢他们最主要的精髓呢是由古龙队组成的，而且呢在这次呢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将会融入这种创意的古龙，还有呢大家可以看到客家花的造型毛，而且呢这个卡通七龙珠的表演元素都给它融合进来了。大家都知道哦，这个龙是我们华人文化的象征，而马是代表成功的代表性。他们今天的这个创意颂当中，不仅呢融合了龙，也有融合了马，希望呢展现出他们啊、哦、希望追求梦想以及成功的精神愿景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希望呢今天第一支参赛队伍呢，就把最好的实力给他展现出来。当然呢，每一队呢都是非常精彩的。我们也希望现场的朋友们，当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，不管您看的角度是如何，一定不要吝惜您的掌声，因为我们是来自全国最好的观众朋友们。你们说对不对呢？那么。